要啦，会挡到后面的。没有，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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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认不出来了。变瘦一点，还好变瘦，不然不戴这个眼镜，只有像空气。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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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找到了。
哦。所以呢，现在在我们活动流程要正式开始了，雨就停了，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掌声，也给我们的老天爷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太棒了！真的可以说到天时地利人和，就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市长的带领之下，我们今天呢，在良辰吉时，在现场迎接88队的一个新人，要走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那么活动开始，小柔要来感谢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指导单位，感谢我们的桃园市政府以及桃园市议会，以及还要来感谢我们这一次主办单位桃园市政府民政局，同时也要来感谢我们这一次的协办单位，也要感谢我们的桃园市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我们的桃园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还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我们的福隆大饭店连锁旅馆事业，在我们的一个活动现场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一个长官贵宾，小柔待会陆陆续续的都会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所以呢，要请我们的一个长官贵宾可以来到舞台前方，面向舞台的左手边，先来入座，先来入座啊。那么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现场的媒体记者朋友，麻烦可以让出一定的一个位置，让我们的一个长官以及新人们待会可以进行接下来的一个流程。在这一次哦，我们很开心可以看到现场这么多的一些长官贵宾来到我们的桃园航空 A17 领航站，在这里呢，为现场这么多的一些才子佳人、俊男美女来进行扶正。为什么要来到 A17 领航站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在这个站可以让我们非常多的国人在进出国门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管道，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枢纽。所以今天大家在我们的 A17 领航站进行这样子一个结婚典礼，其实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性质。那待会的一个流程过程，小柔先跟我们所有的新人好朋友先来做一个报告。待会呢，我们的一个流程会有请我们的一个长官贵宾先来致辞，完之后呢就会来抽奖。这一次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奖项，稍后都会为大家来抽出来，价值超过20,000元以上哦。所以呢，有机会就可以得到。那么在现场，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政府还有市议会提供了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那待会抽奖得到奖的朋友们啊，在拍照完之后，在我们上月台合影留念完之后，都可以凭证来到我们的服务台来做一个兑奖的动作。在我们待会活动流程到最后拍完照，上月台拍完照之后，都可以拿着您的得奖的一个相关的证明，或者是凭着您的一个号码牌来领奖。所以呢，大家不用急过急莫慌哦。所以待会会有抽奖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我们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小柔的正前方有一个新型的火雕，这个呢是我们的赖龙柱老师特别为我们现场所有的才子佳人来做一个不一样刻画爱情的一个流程哦。待会呢，我们要请大家来刻画这个火雕，用新型火雕的一个方式，象征刻画我们彼此之间眷恋永恒的一个爱情。刻完之后呢，待会我们就要请新郎官将您的新型的火雕移到我们的一个正前方，用我们的满满的爱意将我们的新型火雕的一个中心来填满。其实在家里都不会这么害羞，对不对？在家里都不害羞了，我相信现在叫你们回答，你们都会很听。待会，所以啊，要让大家亲个够，想亲多久就亲多久，好不好？好啦，其实都好开心啊。好，待会呢，想亲多久就可以亲多久。
哈、哦、要重新来计算。所以哦，待会小柔还有我们的一个市长、议长哦，都会为大家来做幸福的见证。所以请我们现场所有的亲人、所有的好朋友，给我们的大家长郑文灿郑市长掌声鼓励。欢迎市长，市长今天好帅哦！欢迎市长，也欢迎我们云汇的长辈贵宾来就坐。感谢大家的一个大驾光临。进行
容。那我们邀请现场领航站，所以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幸福领航，为爱飞翔。那因为也是在捷运站，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新人永结同心，幸福领航。那今天在场的88对约定好了要相爱相守一生的新人，还有在场我们的议长邱义胜议长，以及来参与的所有的议员，副市长邱泰山，捷运公司何满轩董事长，主办的民政局潘慧珍局长，还有市府团队的成员，在这里是非常难忘的时刻，也是通向幸福非常重要的起点。希望我们所有来参加的新人都能够这个珍惜每一天，那么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对方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半，欢喜的时阵要互相分享，困难的时阵要互相承担。我相信未来的人生你一定会看到感觉到有你真好，结婚真好。在这里也要特别祝福我们所有的新人，桃园市政府希望让年轻人年轻的家庭甜蜜多一点，负担少一点，所以成家立业的第一里路我们做好了准备，要送几项大礼。第一项礼物就是婚前孕后
健康检查、幸福家庭计划，可以到我们的特约的医院免费的健康检查，大家说好不好？好啊，掌声鼓励一下。第二项礼物，桃园是成长最快的城市，每年增加50,000人，要靠大家。我们生一胎补助30,000块钱。掌声鼓励，非常多啊。我们在桃园，每一个孩子3岁以下都有3000块的育儿津贴，政府帮忙出点奶粉钱，所以30,000块的生育补助，3岁以下3000块育儿津贴，叫做333，啊，轻松成家，让我们年轻的家庭能够轻松成家，好不好？好。那当然，今天集团结婚也有送其他的礼物，是。等一下哦，会抽奖，像芙蓉饭店有准备。这个1泊20的礼券，没错，啊，也有准备机票，哦，还有准备哈，哦，我们市政府哦准备了一个纪念的市民卡，哇，幸福的市民卡，让大家在这一天10月9号，这个全心全力，长长久久，让这个市民卡就当作是彼此的约定。那现在结婚改成为登记制，是我们户政事务所非常贴心，决定行动依化户政事务所搬来这里，等一下大家结婚后就立刻完成登记，好不好？好啊。那相信哦，今天来参加的88对新人，我们在场来了很多的家属朋友，还有我们很多的议员啊，市府团队的成员，大家刚刚坐下来都说，那么看到幸福洋溢的 S7 站，觉得好像回到旧时光，这个结婚的心情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希望，也是准备了很久，也是充满着这个对未来无限的想象。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年轻人结婚新的起点，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幸福领航永结同心，能够让大家永远记得甜甜蜜蜜，那将来在婚姻的生活上要更多的责任，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包容，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能够理解对方的缺点，我相信哦，这个婚姻会非常的速回。哦，人家说这个囡仔是阿妈抱的魔皮钉，这魔术毡啊，会如胶似漆。希望我们年轻的家庭，那么刚组成的连夜赶工，早生贵子，好不好？好啊。那最后呢？桃捷公司也准备了全新的新这个Kawasaki最新的捷运车厢，要让大家拍照。是。等一下，那个我们婚礼这个仪式那么结束后，可以到我们的上面的捷运车厢留下永恒的纪念。再一次的祝福今天来参加我们市民集团婚礼的所有的新人，大家都成为我们羡慕的好鸳鸯，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市长，市长马上就要为大家来抽个奖，也感谢我们芙蓉饭店来提供1泊红酒1瓶，爱情99今天就要打拼了。81号，恭喜我们的81号新人
市政府的大家长，我们政务站政市长，站在台上的我们议会的议员同仁，以及我们邱副市长，还有我们汤局长，啊，以及我们的何总经理，在场的张万福张里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在场的各位新郎新娘，还有我们所有的保健，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恭喜大家。诚如我们刚刚郑市长讲的，这是我们升格第一年的集团结婚。今天也谢谢市政府把我升级哈，变成男方主婚人。过去我都当女方主婚人，今年有所改变。那我想看到在座我们每一位最帅的新郎官、最美丽的新娘子，在我们光辉的这个十月，我们桃园市政府在我们这个捷运站来办理这个集团结婚。我想这个幸福的列车一定会让在座的每一位新人婚姻美满都幸福。我想升格之后，诚如我们刚刚郑市长讲的，桃园的福利增加了，桃园也持续在进步当中。尤其今天我想这一列幸福的列车不只是要把大家的这个婚姻再往幸福的城市，同时我们这个捷运站我们也要把桃园进步的这个城市开往成功的地方去，大家说对不对？对。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有信心。那我想今天我们议会来了非常多的议员要来祝福大家，我在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两位招良议员的服务处的主任啊林主任，还有我们李光达李议员也亲自来跟大家恭喜，陈磊跟陈议员也来亲自跟大家恭喜，我们八届啊祝福大家八八八的黄婉伦黄议员也来跟大家来恭喜，还有我们习七万习议员也来跟大家恭喜，还有我们刚刚想当议员啊也来跟大家恭喜，还有我们蔡永芳蔡议员也来跟大家恭喜，还有我们这个袁明星啊的服务组的何主任也来跟大家恭喜。那我想在这边再一次的恭喜在场的我们所有的新郎、所有的新娘以及我们所有的保健，祝福大家啊这个婚姻美满幸福之外，也祝大家这个家庭啊这个平安赚钱，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好，我们请议长留步，也要为我们抽出大奖。他是哪一队的才子佳人，可以得到由芙蓉大饭店所提供的一博二十住宿券，同时议长还加码，议长加码还特别送给大家一个大头电锅，有没有议长掌声鼓励？64号。那我想看到新人的结婚呢，大概是所有我们啊家人也好，我们市里的或者说各地的长官最高兴的这个事情。
那今天我作为乙方主婚人的代表，是，所以呢也要特别对应我们的所有的新郎特别是我们未来要把女儿交给你们之女给你们做一些叮咛。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我想今天你们能够结为连理，一定表示沙袋修婚姻，而且呢，你们自己也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我想这么好的姻缘呢，真的是需要相互的这样一个扶持。那刚刚我们的市长跟议长都做了十五年，那作为算是爸爸的人，是特别要跟所有的这个女婿讲。这个女儿呢，不管她再怎么样的任性或者呢，你绝对要相信她绝对是爱你的哦，所以她所做的什么绝对都是为你来的哦。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双方相互扶持，能够永结同心，白头偕老，那创造美好的家庭。谢谢大家，谢谢。49号，恭喜您，49号新人，来，请上台，好，迈开你的步伐，走向人生的幸福殿堂。
基本上我现在先做一个就是示范的，就是前面我们这99朵玫瑰的一个做法，很快吧？但是它基本困难度就是在于切薄片的刀工。那等一下新人呢，我已经完成旁边的爱心的99朵，那里面呢有88朵的那个爱心，就由你们来完成，我们共同一起。是的，老师说了，爱心是要由新人们来完成的。老师当初这个果雕，玫瑰果雕就是用玫瑰果雕来赢得我们新人们的一个芳心。在老师示范的同时啊，待会市长跟副市长也不能闲着，因为担任我们重要的见证人的一个角色，等一下市长要去视察。我们问新娘子满不满意？非常满意。这个拿起来展让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拿在旁边展。OK， 哦，这颗心。永难办的爱心见证着两个人的感情。市长要不要站在一起？要站在后面一下。这是正婚的，对。来，大家都站在后方好不好？来，让我们的所有的媒体的朋友也一起见证我们这个非常声势浩大、直接可以激扬、既要突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来，市长，让我们再厉害一下，来小鹿王这边跑好不好？坚持之下，我们相信明年的。
请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谢谢。还有，阿姨，没关系，这个代表哈，这个喜气爱得很深。这个好，因为陆续我们新人就要来了，我们先请长官贵宾来一张合照。
是来这边好，那我们新人欢迎走。好，继续呢，我们来欢迎到的是下一对新人。好，我们浪个通道，好，浪个通道。哇，今天大家脸上真的是洋溢着幸福美满的笑容，特别是呢，生长在桃园真的很幸福。桃园除了是最年轻的城市之外，不管是一些创业的计划，也都是非常的完善，希望可以来帮助我们年轻朋友完善，好不好？发行视频卡，好，比较特别。来拍完照之后，直接想红钻就可以进车厢，好，但是要小心那个缝隙，好不好？要小心那个捷运车厢的缝隙。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对新人很可爱哦，他们是穿这个黑西装外套哈，这个新郎新娘都展现帅气的。再一次啊，排场，排场，好，来。好，来，谢谢，值得那一张吗？好，先这样子，不好意思，不会，来，一、二、好，这里的电视机进入到我们捷运车厢，捷运中心的同仁会帮你们拍照，我们捷运的同仁，好，谢谢，而且拍照的时候可以推送给你们哦。好，来下一对，哇，我们今天每一对新人都是很用心的打扮，而且有的是俏丽，有的是成熟，有的甜美，还有的人是非常性感的哦。好，特别拿到这个市民卡哦。好，下一张，一二三，开张，一二三。桃园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在这里会有。捷运车厢里头，在捷运车厢里头，但是只剩跟现场的新人一起合照，象征市长要带领我们航向幸福的未来。还有新人从越南省下来的，然后只有请那个观光公司的人协助他们入座。欢迎今天青年事务局桃园青年事务局局长陈家俊局长特别亲临现场，谢谢我们青年事务局的局长也特别亲临现场，农业局的好多桃园各个单位各个局处的长官都有共襄盛举哈，还蛮特别，你看比较那边，对啊，可以再等等个大概三分钟就有人可以一起好，我们请下一对新人一样来跟我们的市长来一张合照。三个很厉害，我们所有长官贵宾的眼里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生活在桃园真的很幸福，我们有好多好多相关的一些便民服务的措施都要提供给大家，那待会也会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哦，是这个医化服务的部分，待会呢再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下一对新人来跟我们市长来一张合照啦。好，我们提醒那个在排队的新人哈，记得是男左女右哦哈，自己的位置的男左女右哈。好，那往后转，小心小心脚步哈，新娘小心脚步哈，因为我们那个捷运车厢跟月台还有一点缝隙哈，小心你们的脚步。还是要跟新郎新娘提醒哈，来到了捷运车厢内，我们捷运公司的同仁伙伴会帮你们拍照，而且这个照片会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幸福。对对对，六九七十，让这个台湾真正成为亚洲的轴心，台湾的门户啦哈。哦，刚你们有抽到，我知道。我们没有抽到，没抽到啊，没有切到。
好，刚刚我们在祝福你们，祝福那你希望我们每一对新人，如果你们有计划的话，如果有计划的话，属于你们的幸福小天使也可以快快降临。好，这个幸福小天使呢出生在桃园，也真的是非常幸福。